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。感谢上帝赐予咱一颗新的心，来替换咱忧伤痛悔，或是亲像石头心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伫每一天，伫每一时刻，拢在显明你奇妙的作为，让阮心内相信，阮就的确能领受你所赏赐伫阮中间奇妙的恩典。主，感谢你透过你所做，你在显明你家己，也显明你的大慈爱，让阮的心伫你的面前无阁忧伤痛悔，让阮心无亲像石头，因为阮已经知主，你正做阮生命上要紧的帮助甲瓦壳。阮感谢你将一切阴光拢归给你。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门。感谢上帝，今仔是咱总会时间的纪念主日，也透过这主日，咱彼此结缘，因为咱伫中部的所在，尽力在服侍，在彼此来兴起上帝家，也通纪念伫总会，也是伫其他的所在，有真侪咱的同工兄弟。因游玩尽心尽力对这只事干，所以毋茫咱会当知影，上帝伊大大使用咱，予咱伫这所在正做一个真要紧、彼此祝福的气氛。所以上帝用咱名讲，要永永远远祝福咱，也予咱伫各所在永永远远彼此祝福。愿咱领受这个真要紧的使命，伫各所在，我来兴起这份奇妙的作为。有一摆，我伫一个文章，这个文章伊安尼写，伊的题目伊讲怎样刷叮当一座山，所以这题目真吸引我，我就来看这到底伊写啥物话。讲有人讲这无可能啊，你要刷叮当一座山。这人的气力实在是无办法。啊，不过有人讲，讲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什么话？愚公移山。不过，既然有这个故事，就表示有人做过这种代志。啊，那呢，这可能嘛是会当去做的代志。后来，我才讲过来，这个题目是一个科技公司，因在面试的时阵所问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无有正确的答案，伊只是要知影讲，一个人伊在面对问题时阵，伊的想法甲态度到底是怎样。所以，伊开放给每一个面试的人，你拢安讲你的想法，我不会陪伴你讲对甲唔对。总是伊着对伊所回答的这个态度内底来看见你的心内想法。因为伫工作内底，咱的确拄到真侪问题，拄到问题，大家拢有，按个面对问题的态度真要紧。面对态度问，会使你想法甲态度会深深影响你。我想这样代志，其实对来讲嘛真要紧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来面对你一生中间真侪问题。所以面对问题时阵，这个态度甲想法会影响你。所以原来这篇文章是一个基督徒写的，所以伊用真侪咱教会内底的想法。我想起这个经章，因为耶稣讲啥？伊讲，如果你若到遐信心往一座山讲散开，你个心若无要求，就的确要为你成就这个代志。哎，原来耶稣嘛，捌讲过，这里要紧的强大志，伊教咱安怎来刷叮当，咱生命中间去做刷，在你的面头前阻挡你，让你真艰苦，让你受伤害去做刷。耶稣人提醒讲，你会当做哦，你会当做哦。所以有一个少年人，因为伊的生活工作拄到真大的困扰，所以心情真无好，
甲一个长辈咧分享。这长辈听了了后，就骂一把沙，往这海边沉落去。再讲，少年的去打海波涛说，迄伫海边只个沙，互咱捡倒来。这个无可能啊！你沉遐沙落去，甲这沙男男做伙，我当看会着。后来，这个长辈对伊裤底啊，提只呐，提一粒珍珠，然后沉伫迄一片沙的顶面，来讲，那安尼嘞，你会当把我捡着？我这真简单啊，因为迄个珍珠放伫沙顶面，真明显，所以就捡到回来。伫咧捡时，伊突然间插一个，哦，我猜你头讲什么话？我知你头讲什么话？这长辈继续来讲，如果你真五万你的一生予人看重，如果你真五万你的人生有快乐有成就，你就袂当永远予你家己食做一粒沙。你爱想看要怎样来改变你家己，予你的生命比一粒沙搁较有价值，比一粒沙搁较有快乐。因为基督徒，咱人生你袂当永远真做一个行尸走肉的基督徒，安尼无人看到你，甚至连非基督徒的朋友伊嘛看袂到你，讲你是基督徒，啊我看你无啥像的。咱人生如果咱无足清楚、无了解，还是无真用心的时阵，咱就毋知影，咱要怎样成做一个基督徒？搁还要练习成做基督徒，一定爱有一项代志，就是你会晓互上帝来改变你家己。咱都捌领过，领受过洗礼甲圣餐。我想真侪人对我受洗礼时阵，迄心内有足济个感动，啊，过时间慢慢久了后，迄感动就冷淡去。修行餐的感动也慢慢无去，所以后来咱对洗礼、对圣餐的感动就无像以前这么热切。甚至咱要讲，如果无信仰，圣餐甲洗礼对咱来讲意义无足大。一个未信者，你来讲圣餐甲洗礼，伊干嘛讲？你讲啥？我唔知。我无了解，但是如果一个领导的基督徒，信仰洗礼，其实是安怎？洗礼是水淋伫我的头壳顶，信仰只不过是食一片足细片的饼，啉足细嘴的葡萄汁，这有啥物要紧？这有啥物要紧？所以如果咱的心内底无清楚、无了解，上帝透过圣餐意义，咱就毋知咱所受的啥物货。所以牧师咧讲，这是耶稣的身躯，为着你拍破的，咱着行安尼纪念伊。食了来，咱不会讲，这杯是新约，是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。恁逐摆饮的时阵，着行安尼纪念伊。这个宣告咧提醒咱，咱的心爱怎样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受感动、受改变，然后咱才知影咱所领的、咱所领受的洗甲圣餐伊的意义到底是怎样。也就是讲，你会知影你的心内咧咧相信，这是真的。伊会甲你讲，我是一个真的基督徒，我是一个伫主耶稣基督受改变的基督徒。我的生命伫主的内面已经弃旧换新，我是一个真的基督徒。当你确保，还是后一摆当你去领受洗礼时，毋忙，你的心内有一个祈祷，讲主耶稣，我知你真正为我做这件代志，
你用你的身体，用你的宝贵来圣灵圣餐。所以今仔我所领受的是一份真正的生命，对你来。领受圣餐意义无同款的时阵，也就是讲你对基督宗教这项代志，已经深深伫你的生命中间咧改变你。你愿意让主来改变你，对这个心态、想法的无同款，做一个角度的你，我，咱人生也无同款。太多想法，唔是只有一个找工作者的人因需要，一个基督徒，你嘛爱知影，我要怎样伫基督宗教内底。真正找到我自己，所以常常求讲，主耶稣求你来改变我。是到即马，我嘛是安尼祈祷讲，主耶稣求你改变我。你有真侪足歹势、真见笑的代志，我犹原藏伫我的心内底。所以我求上帝讲主，求你常常来改变我。若是我家己，我做袂到，也毋知怎样做。咱人生亲像一副牌，你要安怎好好来使用你手中一切的资源？美国前总统，伊分享伊少年的故事，伊讲一摆厝咧做一次拍桥牌。伊每一摆摕个牌拢真无好，愈算吼心情愈歹，口气真大声，真无好势。外久伊妈妈来讲讲，唔通安尼哦。伊心内受提醒，伊妈来讲，你知影拍牌就亲像人生共款，分牌的人是上帝，伊将一副牌放伫你个手中，可能无真好。不过你的资金就是你要想办法，要怎样在一个无真好的牌顶面，你犹原会当做上好的运用，让你的人生里看起来不是真好，可能是善良，可能是病痛，可能是物质挂虑的时阵，你犹原要活出非常好的人生。伊讲，即句话伫个心内底，真做真要紧的提醒。虽然只是一个孤陋，啊，毋过伊老母伫真要紧的时阵提醒伊，咱人生你要好运用。我相信咱拢袂当放弃，因为上帝话甲英文拢是咱一生上大的资源。啊，毋过你爱知影。你要怎好好运用上帝你的资源？有一摆，我有接待一位姊妹，伊个人要到第二班三中安静，所以我知伊要来遮安静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就规个当天为伊祈祷。伫祈祷中间，上帝提醒我一件代志，伊讲，请你为着伊有一粒刀片心。你为着伊的心来祈祷，所以阮有一个方向，因为阮根本毋知即啥物人，嘛捌看过伊，所以阮为着上帝咱提起讲，为着伊有一点逃避的心祷告。所以后来来到第三中，安静，然后有机会甲伊彼此分享，阮就来讲，上帝咱提起爱我为着你有一点逃避的心。伊突然间把酒递出来，伊讲：“你还知影？我捌有人毋捌来有达人讲过这样代志。只有我放伫心内底，以我真正为着多想这样代志，我走来避伫这个所在。”后来伊开始流目屎，我继续做伙为伊祈祷。我知影上帝真疼伊，非常疼伊。所以上帝用瘟疫来到你这个所在，啊，不过
透过真侪大刀者，为着伊祈祷，互伊心内下当啊，透放伊心内迄件代志。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，阮像阮真侪同工作的领袖，上帝实在是一个真奇妙的上帝。伊家己知影，你我生命中间所拄到真侪，你唔敢甚至无愿意甲人分享的艰苦事。你放伫心上深的所在，伊拢知影。甚至伊家己咧亲自出手，透过真侪代祷还是服侍同工，为着你，为着你生命迄件代志，为你来祈祷。上帝就是安尼，因为伊有一个真要紧的观念，咱通使用上帝所予咱真要紧的观念彼此服侍。所以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真侪基督徒，上帝已经将这观念放伫你的人生内底。我邀请你常常拍开你的心，甲主讲，主，我会当适当来使用你放伫我生命中间这开啦，因为你已经摆设伫我面前。我想记伫1940年代。啊，有一个德国神学家、神学家潘霍华，伊是一个牧师，也是一个神学教授。但过伊真早以前就开始提出一个观念，讲咱的世纪即个希特勒，伊会真做咱的国家甲世界真大的灾难。迄个时阵，希特勒拄开始渐渐进入政治，甚至慢慢要从德国对民主的国家改变成做一个。集权国家，所以伊咧讲讲，即个人真爱势力。后来即个过程慢慢形成希特勒即个集权的专制，统治德国。伊甲一群基督徒，伊开始安怎计划，要安怎要杀希特勒？你听咧，敢足奇怪啊！一个牧师，一个神学家要杀人。伫37岁时阵，因有即个想法甲计划，啊，毋过压未做的时阵，德国政府知影，带伊抓去关，关两天了后，啊，伊拢判死刑，伊的性命就结束，39岁。啊，毋过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伊用真侪心法。真做生命真要紧的行动。讲啥物话？伊讲用基督信仰做真做一个基础。我爱负责任去做我应该做的代志。就算我生命真危险，总是我应该用我的勇气去表达我心内迄个真要紧的良心。甚至我去影响我身躯边的人，这是伊真做一个神学家，真做一个神学教授一个重要紧的提醒甲教导。所以人生无同，啊，毋过伊足清楚怎样徛伫耶稣基督宗教内底来思考我的人生。这个人伫咱基督教内底。一个真大影响人，伊的性命无同，但过伊的话、伊的行为、伊所写的册，每一个读神学院的学生一定会看、会读、会思考。这神学家潘霍华，伊为虾米足清楚伊的人生？因为伊已经知影伊的人生上的上。伊若表明一个最要紧的想法，就是讲，信仰上要紧的表现是在于你对上帝信任。因为对上帝信任，所以我的人生不管怎样，我知拢伫上帝手中。既然伫上帝手中，我就学习要安怎搁较深、搁较深、
决心来相信上帝，因为伫上帝背后迄个稳状，我所看袂到的稳定是超过我所想象。如果我无用耶稣基督的宗教信仰来思考，用我个人的想法来思考的时阵，我可能对上帝、对耶稣基督、对圣神、对整个基督教信仰有真大的批判，甚至我感觉我信袂落去。所以，伊的人生有智慧、有理性，伊嘛有感情，总是伊到尾来讲，我知影，只要我信任上帝，我就知影怎成做一个基督徒。像遐这，如果咱无相信上帝，咱要怎样信落去？如果咱对上帝信任无够，难道阿爸继续相信？所以耶稣来讲，伊讲啥？伊讲，如果你无要求，往这座山讲刷开，去到另外迄个所在，只要你无要求，上帝要为咱成就这个代志。甚至无要求，就是你相信。信心这样代志，相信这样代志，永远是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大家在学习、努力。要完成的一个上要紧的心，你的心内爱积极讲，主啊，帮助我怎样相信你？在我上艰苦的时阵，在我忧伤挂虑的时阵，在我唔知影解决我人生问题的时阵，在我即马拄着艰苦病痛时，主啊，求你给我，我犹原相信你。你已经为我成就奇妙事，是我们讲，咱一生拢学习，你要怎样相信上帝？你要怎样相信上帝？所以耶稣伫这短短经文当提醒，心内无焦急，你就有一份真坚定的心，因为焦急离开，你的心真坚持，真肯定。你嘛相信，相信上帝作为伫你的身躯顶，所以你就要领受快乐。领受快乐，上帝要为你成就这一切。当然，成就内底就是你有一份交托的态度，心来交托，所以上帝要为你成就这一切。亲爱的基督徒，今仔日到第以后每一天日子，咱拢学习。这个代志，无要求，相信上帝所讲的，领啊教导，将你的人生，将你所遇到的艰难困苦，还是将你的焦急交伫上帝，交伫上帝手，可以成做你的帮助。先讲，只要你认为你已经得到。你就会得到，这是一个信心。那因为你信任上帝，伊要为你成就这个代志。所以当咱每一个基督徒在改变你家己，愈来愈亲近上帝的时阵，咱嘛在改变你的一生，改变家己，也是在改变你的一生。所以这文章内底有一个真。特别大，伊讲，有人来讲，如果山伊袂当山顶当，我就挖进迄个山，然后我看山角度无同款，就表示这山已经山顶当。这答案，这回答我真喜欢。上帝伫迄个所在，伊可能伫我上艰苦、上挂虑时阵，看起来拢歹惨。但过好无要紧，上帝我已经当过来担当啦。上帝我来安那，带你祈条条，带你祈祷，带你哭，我都唔相信你来插我。上帝我担当，我就惊上帝面前。这就是基督徒上趣味、上要紧的代志。
你的人生不管怎样，你看起来上帝哪像我插你，离开你，唔通灰心丧志，你就安那走往伊面前讲，主啊，你过来插我嘛！我伫这个所在真艰苦呢，你来吧。站在面前，我想上帝微笑笑讲，我的子，我太不爱插你了，我永远在你的身躯边，我袂爱插你。山摆叮当，你就叮当吧。上帝伫个所在，看起来无爱插你，唔通艰苦，你就跟上帝。上帝早就陪伴，伊的奇妙作为是为你来成就。同心来祈祷，阿爸上帝感谢你，你奇妙所做，透过阮的相信、无焦虑也交托，阮相信阮的一生拢在你的手中。许多阮有真侪时阵流目屎。艰苦，或是无明白你藏在阮生命中间，才真侪代志。专注阮独独就是，我相信你，我信任阿爸上帝你，你的确要为我来成就关系一切我的代志。就感谢你，我们继续祈祷着你，拢无离开。我不断亲近你，讲主啊，来，我要亲近你，求你安安扛着我的手，求你永远抱着我，主，求你永远跟我同在，奉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门。咱今物来吟《圣诗》。天圣诗第315首，315首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天父恩典真正大，日日在引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在做伴，咱着效念伊的恩，日日用福春，福灾艰难变变成欢喜，欢乐变福气，伊的确引带，互咱恩典拢无煞，为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遮尔大，互咱着和乐，为啥人生？天地隆重，三界欢喜，才能去吟传授。